自主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智能料架，可帮仓库节省 75% 的人力和 25% 的空间。通过安卓平台进行数据实时采集，可对物料仓储进行管理与实时监控。入库使用 PDA 扫描料架编号，再扫描物料 PDA GID， 可在该料架上随意放置储位。 料架会自动感应物料储位，系统自动记录并入库，实现了一扫入库。支持多个料架同时进行出入库，具有单位时间内吞吐量最大的优点，是智能货柜与传统货柜所不能比拟的。入库时，如果扫描料架编号与实际料架编号不符，则入库失败，对应的储位会亮红灯。 如果员工漏扫料架编号，直接扫描物料 PDA GID， 则会报警料架号错误，请输入正确的料架号。扫描物料 PDA GID 时，如果员工未把物料放好，则不会亮灯。再扫描下一盘物料时，则会报警。根据 PDA 选择出库模式发出出库指令，出库时对应的储位会亮灯，物料员根据亮灯拾取料架上的物料。这时如果员工拿错，对应的储位会亮红灯，料架也会亮红灯，系统也会有报警提示。如未取完，料架会亮黄灯，系统也可采取。